然捣固镐是在有闸线炉和倒叉上进行倒闸捣固的专业养路机械，选用高抗震、大功率电子自动限速汽油机为动力和锤冲击镐头，在倒闸上冲击倒闸的作业方式，冲击力大，捣固效果好，可以满足现场各种条件下对线路和倒闸线下倒闸捣固作业的使用要求。整体体积小，重量轻，上下道方便，可有效保障作业过程中的行车安全。现场捣固